娱乐通天下，娱乐乐翻天，欢迎来到 TOP 最娱乐。今年的中国好声音马上就要落下帷幕了，经过盲选和导师战队赛之后，在最新一期的节目中，幺 v 幺淘汰赛已经开始。说实话，每年的幺 v 幺淘汰赛一开始也就进入了这一季竞争最激烈的时候，毕竟在这个赛段中一共22名选手要淘汰11名晋级11名，对于淘汰一半的玩法真的是比决赛还要更刺激的。这期节目一共进行了7轮比赛，进入11强的选手分别是与子贝、张露欣、王静文、壮玉亮、陈文飞、贺三六个人，被淘汰的选手分别是李延欣、曾素树、时尚、任内爽、杨耀扬、发条月亮6位。在这被淘汰的6人当中，肯定有很多观众会为一个人而感到意难平，这个人就是曾素树。曾素树这次对战的是廖昌永战队的张露欣，从实力上来说，曾素树应该是必胜的。从节目中李克勤的话语中可以知道，曾素树这两天身体一直不舒服，为了能让小曾快点唱完歌休息，李克勤才特意把他放在第一个出场。当小曾唱完之后，李克勤并没有太多的夸赞，只是简单的说能在身体不舒服的情况下唱完，相当优秀。从李克勤的话中也可以听得出来，小曾这次的表现并不是非常完美，甚至可以说只是简单的完成了，没有任何惊艳的地方。从李克勤的点评中可以听得出来，小曾输掉并不意外。为什么要说曾素树输得有点意难平呢？因为如果他的身体状态非常好的话，那谁输谁赢还真不一定。毕竟曾素树在盲选的时候经历过抢人大战，可以说是一场一场打过来的，他的实力有目共睹。在中国好声音这档节目中，4位导师和4位助教都是非常专业的。正常来说，选手唱得怎么样，咱们在电视机前听不出来，因为有修音，但导师们是一清二楚的。对于曾素树这次的表现，李克勤的点评就是最好的例子。相信很多观众听了李克勤的点评之后，谁输谁赢就基本上有了答案。李克勤虽然没有明说，但也已经暗示得相当明显了。其实在这一季的节目中，李克勤经常有这样的现象，因为他是新导师，说话比较真实。对于汪峰和李荣浩来说，他们当导师已经很多季了，在节目中说话还是很小心的。从前面几期的节目中明显可以看到，李克勤经常就把大实话说出来了，而汪峰和李荣浩只会说一些无关痛痒的客套话。对于追节目的观众来说，大家是非常喜欢李克勤这种新导师的，因为在这类真人秀当中，导师们一般是不会说实话的。试想一下，要是所有的导师都说实话，从专业角度给大家分析谁唱得更好，那冠军岂不是提前锁定了吗？看节目的观众都是外行，再加上节目后期的修音，谁能听出好坏呢？因为观众没那么专业，所以大家支持的选手才各不相同，只有这样，这档节目才有冲突和看点。要是一开始导师就从专业的角度告诉大家选手的唱功排名，那还有什么意思？不过对于新来的导师李克勤来说，在综艺节目要留悬念这方面还是没什么经验的，因此如果大家要是细品李克勤在节目中的有些话，还是可以看出点东西来的。节目播出到现在这个阶段，对于观众来说，最想知道的自然就是谁会夺冠了。相信每位观众心里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冠军，那到底谁的机会更大呢？李克勤说话毫无保留，简直就是人间真实，冠军怕是要浮出水面了。在这个赛段中，4位导师每人都有一次封印权，可以封印其他战队的选手这一轮不能出战。按照正常逻辑，导师们肯定会把这个封印用到对方最强的选手身上。李克勤在这期节目一开始的时候说，如果我们要对战汪峰战队的话，我会用在一家身上。汪峰战队大家都知道，汪峰战队有非常可怕的大魔王谭轩辕，而且很多观众都觉得谭轩辕是夺冠的大热门，毕竟6年前他就已经是基金了。但是李克勤这次却说了要把封印权用在一家身上，很显然一家和谭轩辕一样恐怖。那么问题来了，谭轩辕和一家这2位选手有夺冠的可能吗？恕我直言，可能性极小，甚至可以说是绝无可能。谭轩辕是个回锅肉，要让他给节目带一点话题和流量是可以的，但要是让他夺冠，那是会笑掉大牙的。试想一下，谭轩辕这个以前的季军夺冠，以后是不是会迎来更多的亚军和季军？那还公平吗？从网友传出的路透来看，谭轩辕应该马上就被淘汰了。至于一家，
虽然他的能力相当强，但是可能性也不大，毕竟他曾经参加过中国新说唱，可是并没有走到最后。在中国好声音的舞台上，一家依然是以说唱为主，一家在专业的说唱竞技真人秀中不能走下去，要是在这档节目中赢了，那节目组不是打自己脸吗？除此之外，说唱这种音乐模式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小众的，在中国好声音这样的舞台上能夺冠的机会相当渺茫。据说一家也马上就要淘汰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汪峰战队还剩下五人，除了谭轩辕和一家之外，还有壮玉亮、姚小棠、王鑫。据说这姚小棠和王鑫是晋级到最终的五强了，但这两位连李克勤使用封印拳的标准都达不到，夺冠就更不可能了。李荣浩战队经过这一期的比赛，李荣浩战队晋级十一强的有于子贝和王静文，剩余的三位为李安、王洪浩、董书涵还没有进行比赛。在本期节目中，李克勤带着曾素素选战队的时候，他说了这么一句话：荣浩的那一队其实有两到三位都是蛮强的，廖老师的就两位比较强。根据李克勤这句话来分析，李荣浩战队中哪三位是比较强的呢？在本期被淘汰的自然是不强了，被大家熟知的韦礼安和王静文自然是李克勤口中的强人。那么剩下的于子贝、王洪浩、董书涵三人当中，谁是李克勤口中的第三位强人呢？董书涵和王洪浩在上一轮的导师对战赛中分别输给了廖昌永战队的陈文飞和财旺罗布，而于子贝在上一轮和这一轮都赢了，很显然于子贝是李克勤口中的第三位强者。在韦礼安、王静文、于子贝三位强者当中，据说韦礼安下一期就淘汰了，剩下的两位中王静文能夺冠的几率非常渺茫，因为他已经是成名的歌手，没有捧的必要。这一季的中国好声音开播至今没上几个热搜，但王静文却上了好几个，很显然王静文只不过是节目组请来助阵的，因为他可以为节目带来一些话题和流量。对于王静文来说，夺不夺冠其实意义不大，只要参加就能圈粉，这才是真正目的。因此在李荣浩战队的这些人当中，最有可能争夺冠军之位的是于子贝、廖昌永战队。经过这一次的1v1对战之后，廖昌永战队目前还剩三位，分别是张露欣、陈文飞、财旺罗布。上面说了，李克勤在节目中很明确地说廖昌永战队有两位强的，那么这两位是谁呢？当李克勤带着贺三选对手的时候，廖昌永战队只剩下了财旺罗布和发条月亮。李克勤毫不犹豫地对财旺罗布使用了封印拳，最终贺三轻松战胜了发条月亮。很显然，财旺罗布是李克勤口中的一位强者，张露欣和陈文飞是已经晋级十一强的，那么他俩谁是另外一位强者呢？张露欣在上一轮导师对战赛的时候大比分输给了李荣浩战队的韦礼安，显然不是强者。韦礼安是已经成名的歌手，唱功了得，但张露欣要是真强的话应该不会被韦礼安的票数碾压。陈文飞在这两次的比赛当中是没有输过的，可见他才是廖昌永战队的另一位强者。如果要说有机会夺冠的话，廖昌永战队应该是陈文飞和财旺罗布，不过财旺罗布的能力确实很强，只不过他参加过其他的好几档综艺，口碑并不怎么样，口碑不好，在其他同类综艺中也没有走到最后。试问在中国好声音的舞台上又怎么可能夺冠呢？因此廖昌永战队最有可能争夺冠军的只有一人，那就是陈文飞、李克勤战队。在经过这一期的比赛之后，李克勤战队目前剩余三人，分别是贺三、五颗月、于空。在这三位当中，五颗月夺冠的呼声是最高的，但是可能性几乎为零。只要是看过导师战队赛的观众都知道，李克勤当时选择了把加码权放在了贺三身上。在这一季的节目中，李克勤也不止一次说到他们战队贺三最强，前面我已经说过了，导师是从专业角度来分析的，咱们只是看感觉猜的，这一点从贺三大比分赢了发条月亮就能看得出来。相信很多观众和我一样，看节目的时候都觉得发条月亮很强，甚至是他们战队最强的。然而看完李克勤封印财旺罗布碾压发条月亮的操作之后就明白了，导师心里对选手的实力是看得非常透彻的。既然李克勤一再表示贺三是战队中最强的，那不用多说，另外两位是肯定不会走到最后的。那么贺三夺冠的可能性大吗？在本期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汪峰在采访中说了李荣浩组就是王静文强，李克勤组曾素素强。综上所述，最终剩下可能夺冠的人选只有两位，分别是李克勤战队的贺三和廖昌永战队的陈文飞。纵观这一季两位的表现来看，他们的表现还是可圈可点的，
现在比赛虽然还没有结束，但冠军已经基本浮出水面了，基本上可以确定是贺三和陈文飞当中的一位了。你们觉得谁的可能性更大呢？本期节目就先到这儿，咱们下期再见，拜拜。大家觉得还行的话，帮忙在头像旁边点个订阅，点个赞，支持一下吧，谢谢大家。